样，要做跑堂的，生一生都是个不能没干过，做什么多的像高粱藕，王总是这个年少的事，也不要给我干干净净。这就是我，我嫂子怪了我呀，员工，我的表兄，我需要穿金戴银。我是家哥的金银财宝，我也无自信，哼！人样做表面上个重要啦，比较好的头衔，我头都唔敢打了。是啦，伊是大姐啊，我是大口头生，身份无同款，而且伊逐项拢比我较好，无论是头脑，也是伊做生意的手法，我逐项都输伊。也唔过，我相信总是真。四脚马永远在着脚踏，人无钱以后，鬼无把人熬，唔通我断掉机会。最近啊，迄种着大烟，若毋是安尼想，就当对上我心头的乌云，除了速度，我无啥好看咯。个妹妹啊，这速度需要开车坐时。我拢叫阮大姨你头前，你家说，你老想叫阿娘是一个东北吊了出来，啊好咯，来叫你头前来铺铺摊摊，想说客款有钱无，来去打。